我们三房的主公唐谦以及老太婆杨氏来的这个地方已经是400多年了，是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那个时候来的这里。400多年来，这个北板几次的腐朽都没有达到他的自身的这个愿望。这一次通过我们这个国直系的共同努力啊，这次把这个碑重新修好了，安检了。感谢国直系的这个子孙们大力的支持，特别感谢我们储备的那几个啊，唐有明啊、唐有平等的，他们是出了很大的力的啊。白天他们要去联系其他工作，晚上又还来设计这个碑板碑文，他们是很辛苦的，这次成功了啊！感谢大家，希望我们大家团结起来，我们兴旺我们的这个家族，让我们这个楚间更加振兴，我们的后人更加发达啊！也祈求老祖太公保佑我们的这些后裔，这个人丁兴旺，这个家兴财发，样样的好啊！就这样了。